婚姻是人生大事，一旦决定走入礼堂，事先应该都已经过深思熟虑，但总还是会有事与愿违的时候。内政部11日公布最新离婚对数统计资料，去年全台共有 54,346 对伴侣离婚，其中婚龄未满5年者占 34%， 人数和比例均创下10年新高，反映现代人认为不适合就应尽早分开的价值观。内政部11日公布最新统计资料，去年全台共 54,346 对伴侣离婚，其中包括异性婚姻 54,236 对及同性婚姻110对，比前年减少了56对，总数连续两年呈下降趋势。但若观察近10年统计结果，则呈现波动状态。在所有离婚伴侣中，高达 34% 的人结婚不到5年就完完，婚龄5到10年者次之，约占 21%。 值得注意的是，婚龄达30年以上的熟龄离婚者比例亦逐年升高，占 5.78%。 整体来说，逾半数离婚者婚龄不到9年。